啊，为着要悼念伫咧地动过往的民众，嘛要提醒大家天然灾害的威胁，所以政府将每一年的九月二日定为国家防灾日，而且来举办地动的演习。就伫早起的9:21，惊讶讲台湾来发生着6.8大地动，嘛马上来发布着地动的警讯，包括电视、广播、甲民众的手机啊，拢收到这个警报。虽然事前有来预告，但是也是有不知情的民众收到警讯的时阵，窜一大条，想讲真正要大地动了。下昼9:21，警报在响，民众的手机啊嘛，同时收到地动警报警讯。若遇地震时，请保持冷静，于墙边或柱子旁就地避难。那警讯如果是放上，不少民众惊一条，互相查看手机啊，因为地动要来呀。对，有叫一下，我以为是地震的那个通知，对对对。除了车站公布，国家电视台毛插播应变信息的招牌顶，都是有翅膀海啸警报。政府在9:21发布全国性地震模拟演习警讯，大家短暂错动，引发彰化短暂发生规模6.8地震。很好啊，因为现在他马上有感觉的话，马上会拿起来看，看它发生到底发生在哪个地方。好好，小朋友一收到地震的信息，马上按铃、拍雷、暗号、温调的控制保命三方法。每当9月21是国家防灾日，今年阁拄到921灾难20冬，政府为着加强全民防灾意识，发布地震模拟警报。虽然事前有预告，不过也受民众去惊着。